这次呢，很高兴呢，可以受到 WPC 主办单位的邀请，好来参加这次的活动。那这边呢，再为各位现场的没有看过我 Candy Star 的人来介绍一下我们团体。我们呢是成立于2009年，那我们是以ACG 动漫、电玩还有推理系偶像为主题的表演团体。对，接得很好。那么虽然我们是一群普通的少女所组成的。是因为非常喜爱 ACG 这样文化的心情，对，所以我们才会就是聚在一起，然后做就是跳舞啊这些事情。那么呢，我们来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每一位成员哦。那大家好，我是 Candy Star 的团长一级歌手小梅。那今天这场活动也请各位人多多指教哦。好的，歌团大家好，我是 Candy。时常下雨的时雨，好的。